地动局乡镇顺应活动头一场13号的鹿港统一度假村开演，邀请我我我剧团演出12生肖丢第一，后边也阁有5场顺应。那拄到拜六礼拜，伫馆内无同款的所在，甲大家见面。欢迎大朋友带着小朋友做伙来欣赏。来，今天的剧团是什么剧团？好，那我们请他一起上来。哦哦哦，剧团答对了。演员利用管啊、杆啊、鼎碗啊、碗盘和造型奇特的物品，组成故事中所需要的动物和人物。带来一场真无同款的12生肖故事，现场吸引大朋友、小朋友大约有800多人参加，为着囡仔带来丰富充实的活动，甲家长共度欢乐的时间。公益频道张华文鹿港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